好，停停停停停。我跟你说一下，你刚才防守的过程中几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啊，整个的防守方法就是一种，就是我上去去，就这么贴去压，啊，并且你看你防守过程中刚才有几个球你没有去，啊，控制这个弧线，有些出界的，也有一些你虽然防上了，但是这个弧线很高，啊，其实对于防高调这个技术来讲，在比赛中是非常常见的，基本上现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啪一搓，对方一掉，这个球你可能就要面临我要去。防守转进攻这一块，首先第一个是我如何能把对方的这个旋转能够卸下来，这是一点。第二个就是我卸完以后，我怎么去找机会去转进攻。啊，那我们俩对于高调来讲，现在比较好用的有两个方法。啊，如果是说在你这个手感非常好的时候，啊，你觉得出手很果断、很有自信的时候，你可以像发转的时候，我直接早点去撕它。啊，这个在撕它，不要去给它任何的往上，啊，不要给它任何的往上，直接往前压着去撕它，就在球刚蹦起来的时候。啊，来发一个，看一下这种效果。球刚蹦起来，看，啊，球刚一蹦起来，我在这个球没有旋转、没有蹦到最强的时候，啪，压着拍子往前去走，啊，对，看，早热早点，早热早点，啊，球一起，球刚蹦起来的时候我就去起它，看到没有？那如果是说你感觉这个在比赛过程中要上去状态不是很好，我出手不是很果断，不是很有劲，今天手感并不是特别好，对方拉的很转啊，我感觉我不敢去这么去用的话，那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什么，我就卸力，我卸力去贴它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贴这一把，首先我要来讲，我能不能把落点贴出来，我能不能把这个节奏控制在我想要的一种啊这个效果里面。来发一个，好了，我跟你刚才最大的区别在什么？首先第一个，我的整个身体是往前移的，你虽然刚才你的身体是往前倾的往前趴，但是来击球的时候你是躲着的，你是躲的，你的手是伸靠前的，身体是往上站的，你的脚重心并没有去往前真正给它压下来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在防守过程中啊，你的大拇指跟你的食指这两个是一定要去抵住拍子，就是在我球撞到拍子上的这一刻的时候，我这两手都是发力往前去顶的，去捏它的，然后在球撞到拍子上以后，我再去捏它，配合我重心的一个往前下方的一个啊一个压。来发一个，再看一下，看见没有？啊，我一贴它。那么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？最重要一点是我的手的位置。你看，你刚才防守过程中发一个，你看在防守过程中，你的手始终如一是没有变过的，都在这个位置，一防守都在，哎，都在这个位置，发，都在这个位置。那这是一个什么状态？这是一个等球的状态。对方他同样是高调，有的他的第一跳掉在这个位置，有的掉在这个位置，有的掉在这个位置以后，他不往上走，他是直接往前，甚至往下掉，对吧？有些他蹦到这个位置，他是往上拱的。所以说他的弧线不一样，他轨迹不一样，你的手的位置就不能是一样的。你的这个手有些时候我就要跟着球，如果球弧线高了，我手就是要拿高一点啊。但是你要保证你的手是被重心去控制的，你不能说我手拿高了，啪，摆脱了身体的一个控制，那这个球你是不稳的。我不管手如果是给我发到我的小三角这个位置，那我手可能自然的要往左边放一点，那这个时候我的重心是干嘛？是要跟上去的，是要跟上去的，而不是说我到这位置啪啪啪，我的重心一定是要跟。来，再打一个，看好了，我的手是在找这个球的，看我脚重，好了，我的重心是跟着球，跟找这个球啊，找这个球的轨迹，跟来试一下，哎，对，身体不要起来，好，去跟他啊，再来，不要出那么快，不要出那么快，让球先撞到你拍子上以后，我吃住了接上力以后，我再去跟他。你没有吃住球，你直接跟，你这个是主动去发力了啊。再来，哎，对，先吃住球，好，再来，落点放开一点啊，漂亮，找点，好，落点放开一点，不是落点防开一点，你就光防直线吗？对，哎，对，中心跟，漂亮，很好，非常好，
再来，漂亮，再来，好，继续，身体不要紧，你看身体前，身体前了，身体不要紧，身体上没有上下的起伏，没有这一下，好，我注意始终在平行这个状态的，啊，再来。重心去跟，哎，我再听一点啊，更多的是一定是重心，看，身腿重心去跟，而不是身体，你这个位置不要再去往前去探了，重心跟上就可以了，啊，对，重心去跟上去，你看，很紧张，你身体不要，身体上肢放松一点。放松一点，哦，真正需要你发力的，其实也就是你的大拇指这个位置，重心、腿、膝盖，啊，哎，这块是放松的，固定一点啊。哎，对，再来，稍早点，还可以，再来，继续，好，还可以，啊，还可以。